哎，那赵云，赵云第一，来看有点儿中国的那种风采。哎，那要倒过来，那蔡英文又怎么算啊？对不对？某种程度，你可以说这是另类的孵化器考验大战，可以再进行人类学的研究。对，不过对，不过我们这是搞笑版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放下，我坐在那个在上。